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印顺导师的《中观经论》啊，那么在第六章，那么也就是在第八十六页的第六行啊，那么依佛法怎么看待？是不是还是要透过因缘法来看呢？啊，不会是时有时无啊？他觉得，哎，既然是纯一般来讲的话，啊，会把它当作实有的。一般没有受过，等于是没有佛法的观念哈，会认为这个叫做实有。唯识会把它当作什么假有，中观当作什么幻有，应该是这么讲的哈。所谓的实有跟假有哈，会有雷同之处，因为都还是离不开实的这个观念。好，那也就是说把它切成两半，因为都种在什么现象上嘛，只有看现象，它就比较不会，它这之间就比较没办法去通。那如果是中观，所以这里讲说依佛法，往往因为中观经论是不是就是依中观来看呢、啊？啊，那中观是不是都依因缘法来看？啊，所以呢会比较是什么？透过身观因缘法的平等性的时候呢，它这个是会超越的，啊，乃至啊破了什么这个界限。好，所以呢它的存在与不存在呢已经不是这样子的，它的存在会是什么原生而有，原灭而无。那么导师也讲了一句话说，其实这个是不是融然一体啊？只不过看它的原生的力量强还是原灭的力量强，而形成出了有跟无嘛。啊，原生的力量强是不是就看到相有啊？原灭的力量强呢，这个现象就消失，就不存在。啊，好，所以第六行这里就讲，凡是有必然是怎样之生。啊，那是如何生的呢？其实是透过因缘法和合而生，所以呢如果离却了因缘法的和合而生，就不会是有没有。好，所以导师有时候这个好，导师写的书也是要看他到底是从肯定句的方的角度来写，还是从否定式的方式来写，有没有。离却因缘和合生就不会是有，表示这个生是不是也因为因缘和合而生，那么会产生有的状态。啊，那因为佛陀那个时代是不是有很多的外道啊，他们的所谓外道就是佛教之外也是修道人呐、啊。啊，他们其实都很早就在思考这个生命解脱的问题。啊，那其实他们在思考这些也都要有一些理论的基础啊，根据哦。啊，那只是有的，学派里头可能正好去触碰到了一点点，大概没有办法全然的哈。佛陀是完全的验证了，啊，所以呢，可能有的是正好碰到了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呢，有的是根本也还没碰触到。那佛法佛陀来讲的话呢，是完全的，啊，透过这个三大欧僧祇劫的这个生命历程里头。啊，那个透过行菩萨道而圆满成佛嘛，啊，完全的验证哈、啊。那在当时候的外道里头有叫做因中有果论，啊，所谓的因中有果论呢，就是他们会有所谓的有而未生，啊，因为因会先有嘛，果是不是比较还后面的、啊？但是呢，他会认为说，哎，因中就有果，就已经预定了这个果。
只是这个果还未生。那有而未生呢，这个是对佛法来讲呢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接受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有必然是生，是已经生出来的状态才叫做有，不会有而未生。既然未生就不会有，以佛法透过因缘法，透过因缘来看待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啊？所谓这个为什么会有，因为缘生才有嘛，因为缘生才有啊。那在中论里面啊，观有无品啊里头有专门在论到有无这样的一品的时候，他就讲到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呢？所谓的有存在，但是呢它会不成呢，有它是不是会渐渐坏啊，坏到没有了。所以这个有有若不成者，有没有这个有，就是它已经在离散的状态之下，离到怎样无了，无的话云何可成呢？无了就是怎样离散掉了嘛，它是不是就不可成了？那因为有法的缘故，所以会有坏来名为无，有没有？因为会有的存在，那但是呢会去坏掉，会坏它。所谓的坏是不是就是离散的状态啊？离散呢有坏然后名为无，是不是会从有而怎样逐渐坏嘛，成住坏空，有没有成？所以它这里的成其实就是有成住坏空，那么人的生老病死，有没有成透过成之后是不是会坏而无啊？成是有到坏而怎样慢慢透过坏是不是已经在缘散在缘灭当中，所以呢这个坏了之后呢就会怎样逐渐而倾向于什么无嘛。那这个就是在讲说依法的变化而趋于什么灭即是无啊。灭了之后是不是就消失了没有了，但是离了有法的变异没有灭，离了灭也没有无。那有时候看这个就要把它反过来看哈，就说因为有法的变异所以才有灭，这样会不会看要负负得正啊？离了有法的变异就没有灭，那意思就是因为有法的变异才有灭嘛，对不对？所以有了之后在变异当中才会灭啊。那灭离了灭就没有无，如果不是透过灭怎么会产生无的现象呢？对不对？是缘灭之后是不是才呈现无不存在的现象呢？那所以呢这个灭它是这里在讲的，就是说所谓的灭它不能离这个缘散而灭。那但是呢一般会觉得灭是存在的灭而已，是不存在的意思，是不存在，只是不存在，它不会去讲到这个细节，它不会是动态的来看待，它会是切成两件事情二元论嘛，不是有就是无，那有就是有存在才有嘛，所谓的无是不是就不存在就是无，它从存在跟不存在当中它没有那个中间地带。但是佛教有没有是在变化中的细节里头是不是在变化，而且是很深细的在变化以因缘法来看待，不是切成两半来看并非切成两半来看，而是它是逐渐变化出来的透过缘生而有嘛，透过缘灭而怎样而无，这个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么在观六情品里头也讲到若是无有有呢，云何当有无啊？如果是没有这个有的话，那怎么去怎么会有无的出现呢？透过有才可能有无啊。所以呢有与生灭与无来讲的话其实是同一的内容，
有而等于是有是因为缘生出来的，无是不是因为缘灭而无啊？其实它是同样的内容，只不过一个是讲得很细的，一个讲得很粗的。一个是不是从相来谈啊？有无比较从现象来谈看待啊？但是生灭的话是不是就细很多了？因为缘生缘灭它是不是动态的，而且它可以非常的生气的啊，而且讲的就不只是那个现象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它都包含在里头了啊。好，那一般人对于有无都美落于静止的观察，有没有相会不会是静止的观察？其实在相上比较在静止的观察，有就是有的相，无就是无的相，会比较把它切成两半啊。但是其实我们说佛法它是动的，动的啊，尤其在这个后面哈，87页有没有第一行下面说发挥生灭即有无，确立动的宇宙观，有没有？因缘法是不是动的宇宙观啊？是不断的在动哎，这盆花有没有在动啊？啊，细看细想，它是不是动的？它是在成住坏空的过程里头，它不是突然卸掉，是不是从现在已经在不断的在卸的过程啊？是一种动态的啊，所以透过缘生缘灭，其实我们会理解，其实这个。这整个宇宙人生是什么？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不是可以切割的，啊，不是花开就开嘛，谢就谢，那是不是很粗糙的讲啊？有开有谢，那是不是一种很粗糙的看法？也没错，那是一般人的用静止的方式把它切割成这个叫做花开，等到好多天以后它已经凋谢了，我说哦，这个叫做花谢也是没错哈，但是非常粗糙，这非常粗糙。为什么粗糙？因为只有论表象啊，我们要这个佛陀教我们要有觉知的能力，那个觉本身包括了细的部分，对于因缘法来看它是不是就可以很细啊？它是随时随地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一盆花耶，它是动的耶，是不是动的花啊？啊，因为是在现在是在缘灭的花，本来啊在这个很多天以前它是不是不断的在缘生的花，乃至于要下种，要浇盖施啊，浇灌施肥，让花长大茁壮，还要去把它切割下来，甚至还要卖，还要去买，然后再把它插。你看前面有多少因缘，然后才凑成一盆花，那是不是也是在成的过程啊？然后现在等于在安住，之后是不是在坏？之后啊，这个成住坏空嘛，最后是不是就归于无啊？啊。那这是从来没有停顿过，是不是相续有而相续啊？啊，但是在相续当中是不是变化不居？之后呢，有而还无嘛？是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动态的哦，不是静止的观察。静止的观察就是粗糙的观察，啊，那动的宇宙观呢，它是很细腻的。为什么能够细腻？因为是透过因缘法来看。哦，所以在86页，回到我们86页的最后一行哈，一般都会觉得说，这个会有一个想法哈，不只是它是静止的这个观察，一般人啊对有无不只是静止的观察，而且呢都还会想说它有一个本体，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开泄？它是有作用的，是作用在开跟泄，它应该有一个不变的本体。因为我们有自信妄执，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去落到那个本体的观念去，啊，会觉得那个所谓的本体呢，它是不变的。那为什么会有开有泄？为什么会是有变化的呢？是说它有开跟泄的作用。这个本体跟作用呢，其实也会。啊，这个后面会讲到我们生命的问题，再说一切有部跟经部，啊，对我们的
生命的那个看法也不同。有部会认为我们三世实有，今部会认为我们现在实有。啊，因为一旦落到那个实有上头去的时候呢，的有呢会是本体的有。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哎，我们的生命还是有生老病死啊。啊，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说那是一种作用的力量。这样的理解吗？那个就不叫那个我们的因缘观就比较不是透过因缘观来看待，而把它分成体用，有体有用，有没有？从体跟用来看待。那这里就讲到倒数第一行就讲，其实体用如何能割裂啊？体跟用其实也不能去化成两件事情来看。所以呢，佛法针对这一点，以生灭，生灭为有无，以生灭有为有无，这什么意思？是不是透过因缘啊，而不是透过体用来看吗？一般可能会透过体跟用来看待，花有花的体，但是它为什么会有开有谢？是因为它产生了作用。那体会变得好像这个体是应该不变的，只不过因为它有那个作用，所以让它变。这样子的讲法比较是一般性的想法，我们也容易也落到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真正佛法的这个比较属于这种深邃的这个部分，主轴的这部分，透过因缘法不是这样子看，而是在讲它的缘生跟缘灭的过程。所以是一种什么动的宇宙观，动的宇宙观。所以呢，其实这里也讲到一个，就是说它也有它相对的一个前后性就是说有无跟这个生灭有没有它的一个生灭性它的一个过程呢这里就讲到说，有无有与生，无与灭，有没有第二行？不妨也说它有相对的什么前后性就如同十二支因缘法所以因缘法里面讲到爱取有生老死，有没有？爱取有，是不是有之后才生啊？因为有爱是不是才有取？有取才会有有，有有是不是才会生？有生是不是才会老死啊？那有没有顺序？有顺序哦，所以因缘法是不是有个必然的一个顺序？我们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也有它的必然的顺序，生老病死也是一个必然的顺序嘛，对不对？所以呢，有之后才有生，那么这里说有在先而生在后，有它是潜在性的，生呢，我们看到原生其实已经看到现象了。它已经是实现了，有它是潜在的，就好像我们有理想，有理想那是不是潜在的？也因为有理想才想要去实践它，实现了是不是才呈现出来啊？叫做什么生？所以有，比方我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意图，那个是不是潜在的？才会去促使它怎样原生出来、实现出来，所以先有有而后有生，那灭了之后才归于无。那也好像灭在先而怎样无在后，但是这个都还是缘起假名相续的意义来说而已。否则呢，就会跟外道说会相混在一起。所以呢，生与灭含摄了哲学上的存在与不存在、发生与消灭的一些命题啊。就说如果细细的想呢，有而怎样而生，生了之后是不是就会灭？灭了之后会怎样无？所以我们刚才讲，比方生住意灭。之前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有了哈？后来会有一个什么？
我也是。这个先之后是不是才有生？生了之后会注意灭嘛？到灭，灭了是会，是不是才有灭？才有无啊？有而生，生而灭，灭而怎样？无是不是有它的一个顺序啊？这样理解吧？这个也是相对出来的前后而已。而且是假名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能理解吧哈？先有有才有生，生了之后灭，灭了之后怎样无？这部分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省略掉，直接讲生灭，对不对？也可以讲生住意灭，这是详细讲，也可以讲生意灭，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讲，它是有顺序的哦。是不是有顺序的？那有是在最前面的，无是在这灭了之后才无。那这是生灭，生灭。所以生灭跟有无它有非常深的一个关系。之所以提出生灭，它比较从我们佛教佛法比较从因缘法来谈。有无会比较从现象来谈，存在与不存在，对不对？存在与不存在，所以光是存在与不存在这样子是不够怎样，不够圆熟的，就是那个系统还不够周延呢，透过生灭其实会更周延一些，所以呢，在中论里头第一句话会用生灭，第二节才来谈不了哈。那我们现在讲八不，是不是要先把这是四对的不二？但是四对的不二到底是哪四对？生灭，长断一义跟什么来出嘛？四对先解释这个部分，再来讲不。所以第二节就是不，对吧？好，以上讲的是什么生灭的部分了哈。那再说断与长哈，断长。在87页第二段有没有断肠来看待呢？佛法当中呢来谈是外道的有无，多用什么生灭来谈的，对不对？比较不用有无，因为有无比较会在现象上切割它的存在与否啊。那么以下的断肠因义来出也会是当时候外道细论的焦点，所以多方的来怎样破斥它，所以都会讲不生不灭，对不对？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这是不是都在破斥啊？在破斥外道的细问焦点啊。那何谓长？我们要对那个定义有没有？就像刚才我们对成住坏空，是不是都有它的定义啊？所谓的长在释迦时代的外道呢？是针对什么呢？时间变异中的永恒性来说，长它是含摄了所谓时间变化当中的永恒性。所谓的断呢，它是中断，也就是它不再继续下去，不再继续了。导师呢就举例比方外道有执神我，神教色彩很重的，它是不是非常执有这个神我啊？那么这个神我呢，就是由此常住的神我，因为这个神我它会是恒常性的，永恒性才叫常啊。这个神我，所谓的神我，往往都会觉得它是永恒存在的啊，永恒存在，从前生到后生，从人间到天上啊，前者即后者啊，这种有我论，这个叫有我论。就容易堕在什么常见，常见哈，加了一个见，是不是都是有所执着啊？那所谓的断见呢，就像顺势论者，不相信有前后，不信有前世后世，以为只有现在，虽然有我，但是这个我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这是不是叫做断灭的观念啊？细的耍。没有以后，自杀的人是不是比较会有断见啊？有生之年的痛苦或者困难，
然后我无法去解决，无法去超越的时候，我干脆就结束掉。啊，之所以想要结束，会认为说我死了以后就没有了，这是不是叫断剑呢？堕于断剑的断灭论者。啊，一个是恒常的，就是在时间上它永远都存在的，断剑就是可以切断的，之后就没有了。啊，那凡是佛法呢，绝不作如是说。佛法不是这样子来看待，啊，因为根本佛法以缘起生灭为出发，啊，所以我们说佛法的那个轴心呢，啊，它的主轴是都一直在因缘法里头啊。佛陀时代，佛陀在世就在讲因缘法，啊，原始佛教、波派佛教还是在讲因缘法，到大乘佛教时候还是在讲因缘法，啊。那根本佛法以缘起生灭为出发，以无常来破斥此等常见，啊，用无常来破常，啊，因为这个常这么恒，这个永恒性啊，啊，以佛法不讲这种永恒性，因为这个永恒包括了不变性，才叫做永恒性，永恒而不变嘛。那自性妄执里头，是不是我们一直在破斥我们的什么不变啊？有没有破单一性、破不变性、破什么持有的主宰性，对不对？是不是专门在破这个部分？那就要用什么？用否定式的符号，所以用无常来破斥常。所以无常是常性的否定，并不是就是断灭啊，并非无常在表达断灭，不是，无常是在怎样破斥常。非永恒性的，啊，是不断在变化的，不断在变化，所以也不是断灭的，因为它是不是不断在变化，并没有说永这个切断之后就不变，啊，断是中断了，它不再变了，啊，所以不管是长或者这个断，是不是都有一种不变性啊？一个是永恒的不变，一个是断了之后不变，啊，切断后不变，啊。那个这个都来讲都是啊，都不是属于佛法所要讲的，因为佛法是不是都透过因缘法来说啊？啊，所以透过因缘法呢，用无常来否定常，对不对？啊，因为这一切都是怎样，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为什么不断变化？因为都充满了缘生缘灭的过程嘛。啊，所以佛法讲的啊，都说怎样？生灭与相续，有没有？都是用生灭，还有呢相续来说，相续，而且这个相续是不是还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哈？本无而今有，有而相续。那如何相续？这个变化不居的相续啊。啊，所谓的相续其实包括了变化不居，不会是不变的。啊。所以呢，长段呢比较极少引用为证例啊，啊，然而呢，所谓的不长不断的这种生灭相续来讲的话，意义非常深玄啊，不容易理解的。好，啊，要不长不断，那是困难的，困难理解的哈，啊，是非常困难理解，因为从现象上会觉得说，要么就是恒常不变，要么就是干脆切断之后就永远。没有的，不再变了，一个是有的不变，一个是没有的不变嘛，是不是？啊，有的不变就是恒常不变，无的不变是不是就是断的不变呢，啊？你像它还是落在这两边呢，它是不是还是落在这两边，有跟无？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啊？因为我们有自信妄执的这个唯一或者不变，是我们随时很容易起来的，是因为我们那是宿世的习性，而且我们的主宰是不是也是经常在起啊？一直很喜欢去指挥命令别人呢，有没有啊？尤其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权势还得了，是不是就开始
那手指头都是指着外头，都没有指着自己啊，都是在后想指挥别人，这个都是我们术士的习性，所以我们一直都会有什么这种不变的那种很深沉的啊的那种想法，所以这个也就变成是很长啊，啊所谓的长。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断，长与断，啊，容易把它切割成两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一份学者啊，大盘生灭相续的时候，又容易转上了断肠之处，因为只要从现象上来讲，就容易掉进去。从现象来看待，是会容易这样子，啊，因为没办法去细细的去想这个因缘法。那之所以叫做不长不断是怎样看呢？所谓的不长不断，加了不的时候，是不是透过性空，透过法性来看，就是要升观因缘法？打破界限，打破界限，打破界限而不落二边，有没有？这叫不长不断。这个不就是在讲因缘法，长跟断没有加个不的话呢，比较在相，比较粗糙的来看待。我们习惯的一般人习惯用这个，因为我们习惯什么样从相来想啊。啊，当然我们熏习久了，我们是不是也逐渐习惯这个想法。叫做不长不断，是不是它升到因缘法的这个部分去了哈？好，那老师也举例哈，萨婆多部啊，也就是说一切有部，主张三世实有，三世有叫做三世实有啊，也就是说啊，这个三世实有，也就是说我们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它是实有的，它是有法体的，永远如此的。法性常如的，法性常如，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啊，那当然会有生灭，有相续，不过只是什么作用，这是不是体用的观念？我们从相来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落到体用上去，因为相是不是我们就认为那个是有体的，啊，有体呢？而这个体我们会容易掉到哪里去啊？就永恒不变的体啊，无始劫以来我们就具有这个生命的主体，它是永恒不变，但是我们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生灭当中啊。那我们说，哎，那种生灭不过只是作用而已，把它当作是一种作用啊。所以他们虽然也说诸行无常，但是依中观者来看，还是落在什么？是不是落在常见呢？因为那个主体是恒常的，有没有？它的主体是不是在讲恒常？法性如此，常如，有没有？法性常如，永远如此。这个法性并不是在讲法性空慧的那个法性哦，只不过它在表达我们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好像是有一个主体性，一直不断的持续的。但是过程里头，我们说，哎，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这种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说那不过只是作用，只是在起作用。就像我们讲嘛，这个花好像也是有个主体的，为什么会开会谢？是说，哎，它有作用，花的作用就是在开谢嘛。啊，一般来想的话，从相来看，这样知道吧？我们现在在做细分别啊。我们要讲一般怎么想，我们中观怎么想，这样理解吗？差别在哪里？一个从相来想，一个从什么性，而且从所谓法性是不是从因缘法来想啊？啊，好，所以这一讲嘛，啊，以中观者来看，他们这样的讲法，认为这个它就是落在常见。那经部的话呢，啊，所谓的唯识。其实是吸收的，就是从说一切有部，后来又这个发展出所谓的经部，经部它是更大众化一些的，
所以进步来说的话呢，会产生后来的这个虚妄唯识系。虚妄唯识系是不是不断的用种子现行来讲啊？种子起现行，然后现行又会怎样？会熏种子下去，来说明因果。所以他的这个整个大其生命来看待的话呢，会认为说这个涅槃灭，涅槃灭相续，那么则堕于什么断灭？因为所谓的涅槃的相呢，它是静止的，就在相，就是说，应该是讲，在生死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无常相，那么这个一旦是涅槃呢，就等于说这个无常相消失掉了，灭了它的相续无常，所以呢就堕到什么断灭去，堕到断灭去了。因为他从相来看待的时候呢，不是常呢就是断，那从刹那生灭的这个见地来看呢，说若法有定性，非无则是常啊，先有而今无，是则为断灭。比如说如果法一切法有定性，所谓的有定性其实就是说具有自性，具有它的不变性啊，这个单独性，还有什么主宰性的话，那么讲到非讲到无呢，它也是如此，等于是它就是不具有这一些等于说它非无则是常啊，因为那个非跟无呢，它不可能从非转为是，不可能从无转为有嘛，因为它就固定了，它就固定是这个样子的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一向来看呢，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不会有变成无，无变成有，是不是这样子想？对不对？我们的那个从相来看，相对的两边，相对的两边 ，A 就 A，B 就是 B， 这个 A 呢，一定要不等于 B， 才会分出 A 跟 B 来嘛，才会分出 A 跟 B。那也等于说，它既然是无，它就永远是无，非永远是非，它就会变成了永远嘛，是不是就是常啊？非无则是常，它没有机会转化。那为什么我们透过因缘法是不是可以不断的转化？因为 A 中有 B，B 中有 A 啊，它的有无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啊？有，分别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开泄之中有没有相通之处啊？一样是有的，泄了之后不是永远没有，它这里面还有花的种子，是不是还会再生啊？透过因缘法它反而能相通，透过现象它反而切成两边，这个叫做法有定性。那中观呢，是不是在讲性空？为什么叫性空？因为法无定性，因为充满了平等性，叫做法无定性。其实这个法有定性反而是不平等，不平等，是切成两件事情，所以非无则是常。非就永远是非，常永远这个无永远是无，它就没有机会这个转化了。那先有而今无，原来本来是有，而现在没有了。那没有了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再有了？就变断见、断灭。所以呢，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在长断方面，就说如果是着在相上，都会有这个问题。不是落在长见呢，就落在断见；不是落在有见吗？就是落在什么无见？对不对？因为从现象来看待，那这里就是。讲到只要执为自性有，有没有自相有，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难于避免怎样长断的过失，就难去避免了，因为很容易切成两件事情，落在相对的两件事情上面，那中观，
透过中观是不是一直让我们为什么叫中观？不落二边叫中观，叫中道啊，是不是要不落二边啊？所谓的不落二边，反而通于二边呢、欸。啊，为什么我们会落于二边？是因为不通的缘故，才落在二边嘛，才会情绪起伏啊，喜欢生不喜欢灭嘛。喜欢开不喜欢泄，是不是会有情绪的起伏啊？我们会以为生跟灭是两件事，开跟泄是两件事。透过因缘法，它是不是融然一体啊？它反而才有机会融然一体，因为它相同的缘故。啊，但是呢，一旦透过因缘法的时候，我们说，哎，这里面充满了什么空性，所以都要无所受。那所以这里面讲到说，若有所受法，即堕于什么？断肠。有所受，为什么有所受？就是有所落，落在这两边，落于两边的缘故啊，才会有所受。有情绪起伏啊，啊，情绪起伏是因为我们透过相，是不是就容易如此啊？啊，透过相就容易有断肠的这种问题啊。对，若法执为实有的话，那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那么是不是也会落在什么常见当中？好，那么如果是先有而后无，也是会落在什么断见？啊，好，所以呢，在倒数第二行就说：若有许诸法啊，缘起而实有，那么彼亦云何能？不生常等过啊，啊，就是说，缘起而实有的话就很麻烦，对不对？一旦是实有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无法能够不生出什么常见来啊，不是落在常就会落在断，那么是不是要透过因缘法才能够不落二边啊？不常不断是不落二边，啊。那甚至啊、哦，在倒数第一行说，甚至见有烦恼可断，是断见；有常有涅槃常住，是不是叫常见呢？啊，以为这个涅槃是可以恒常不变安住在这当中，那也是错的。其实这里面都是包括了一个什么，一种不变的特质。我们断了烦恼，也不是马上啊，就是说，应该怎么讲？所谓烦恼是要连根拔起的，啊，是透过调伏，然后呢，啊，等于说我们的那个烦恼的根源是来自于执着嘛，啊，来自于执着其实是从执着去下手的，对，我们一旦不执着现象的话，我们烦恼自然少，而不是烦恼它不是实有的东西，我们会以为烦恼是实有的，其实我们说烦恼它是不是也是有因缘的、啊？要透过因缘法，透过因缘法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它这个是这个所谓的什么，等于是不长不断的啊。就像我们说，声闻法，它也比较从现象来谈，所以呢，它会厌离生死，心入涅槃，是不是？出入这个烦恼。也因为有烦恼而有生死，一样的哈。他说还想要从断烦恼出离生死，其实他也有，他也含藏着什么断见呢？他也一样啊，这个常见。因为如果从那个现象来谈的话，从现象来谈，啊，那么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你中论他是不是还是动？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对不对？啊，有它的什么共同性，反而从这样子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啊，从这样子的话呢，都还只是暂时性的，都还不够究竟彻底。好，所以呢，这里说所谓的涅槃是怎样？不断亦不长，是说明涅槃啊。所谓的涅槃，它其实是不断亦不长，不长不断才是真正的涅槃。
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乃至于不依不依，不来不出，是不是才能够展现出涅槃的特质啊？所以总之啊，89页第一行有没有？总之不见缘起真意的话，那么恒常与变化，变与不变，就会变成是常见断见之所摄了。是不是很容易多掉入这两边呢？会容易掉入这两边，而且我们从常跟断里头，能不能感受到这个跟什么时间有关系，跟生命的流转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它加了时间的因素。好，那一跟意呢？一跟意来说的话，其实它有空间的因素。它到底是全体的呢，还是怎么内部这个分别的？在这一段的第二段里面一意，第五行下面，全体即是一，有没有？全体内的部分即是意，所谓的一就是全体的，意就是什么个别的，个别的。那导师也做也比举了一个例子，说茶壶是整体叫做一，也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一合相。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茶壶，其实它是不是众缘合合出来的一个茶壶？它必须有茶壶上要有盖，要有茶壶的嘴，对不对？还有手把，还有茶壶的肚子，对不对？还要能够放下茶叶的地方嘛，对不对？那个是不是意啊？在一中有意啊，意中有一，一是全体的，意是个别的，就像人是不是也是一合相，一个人？但是人呢，是不是也是透过我们的眼耳手足去把它合合出来？乃至于我们说我们是五蕴合合，对不对？十六根、十二处合合，是十八界合合，是千千万万的细胞合合出来的。那是不是个别的？是个别的。所以呢，这里讲到所谓的一跟意呢，那么会有一见跟什么意见啊？就是会认为一是不变的一，那个别的部分是不变的个别的，等于说它这当中之所以有一跟意，是因为它这两者不相同，对，就很容易落入两边。那因为有个别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去分析的，所以呢，在个别的这部分会一直分析到怎样其小无内的小一，有没有？那因为透过意，我们是不是个别个别，然后我就会再去分啊，然后我就一直我们那个自信妄执的缘故，会推着我们往哪里去呀？小而无内，其小无内的小一。那个一呢？这个其实从意会推到其小无内的小一，但是一呢整体性的又会推到怎样大而无外，其大无外的大一。有没有在倒数第四行？这样能理解吗？因为我们就一个事情，就一盆花好了，一盆花叫做一合相，它是不是个别有各种不同的花，不同的这个叶子嘛，组合起来。那要去探求它的这些细部来讲的话，是不是还不止这些，还可以再去更细，乃至于去看到花粉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组合，然后再去看看是不是就会去跑到什么奇小无内的一。以这整盆来讲的话，我们又会去发展出其大无外的一，是因为我们有自信妄执，很容易落到什么这个单一性上面去。所以这个单一性其实跟空间有关。我们刚刚讲的不变性跟什么有关？时间有关。恒常，是
存在的恒常不变还是不存在的恒常不变？不存在的恒常不变是不是变断见了？存在的恒常不变叫做什么？常见。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